분당 1분씩입니다. 네. 준비 두 문제 먼저 풀게요. 시작. 니가 진짜 몰라. 하나, 둘, 셋. D. 띵동. 52번. 我觉得我错了第二题。嗯。52번하나둘셋 D C 是什么？不是 A A 啊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天凉了，你要多穿点衣服，没有问题啊。哪有哪错了？你要穿多点衣服还是？你们选择哦，穿多点儿。懂。好吧。天哪，咱俩选的不一样，还都是错了。行行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다음문제이것도똑같이이문입니다네하나둘셋 A D 不敢说。我不敢说，我感觉好像都是错的。정답 C 两个人在一起遇到事，至少可以商量商量一下，都比一个人没问题。这不这。对的吗？这个我才 A 天哪，不是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，第一个我觉得 C 第一个是排除的，因为 C 是对的。A 和 D 我是第一个排除的。C 为什么错？不是 B 和 D。你知道吗？哦，商量商量跟一下不能搭配。至少可以商量商量，或者商量一下。一下哦。那有什么用？已经错了。不知道跟笑话该哭。C。我们都水平一点点的回来吧，把做对的先放在前面，错的放在后面剪。对，很多人看视频看不到后面。그럼다음으로시작할게요하나둘셋70번하나둘셋A 공부정답但是高兴不起来。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话也都是病句，所以说其实改病句还是很难的，可能还不如一些韩国朋友答得正确，所以也是就是告诫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语文。对呀，你应该跟我们俩一起做，然后你对了我们俩错了，这样才搞笑啊。对，一般韩国人也做不出来，然后我们也做不出来，这题真的难，那是说明。那我重新做吗？天哪，我不想做了。你跟美玉两个人做，哎，我来，我在后面说，你跟美玉两个人做。我不要。就是高考的时候做这个题做很多。我没有参加高考，不要跟我说这些。高中做题，你没参加高考前面做题吗？今天这个题呀、啊。